有个叶子保护它，那我在这边叫，我在那边鸣叫，那母的会来找。像昨天那只母的树蛙一直找不到它，结果后来说，原来他们家住这边。哦，这个就是卵泡，那卵泡里面。哇，好多耶！这是母蛙产卵的卵，没有，它会把精子放到那里头，精子卵子在放在这里，其实它是受精卵。对，然后呢，它孵化以后，好，它像这一颗就差不多，你用微距可以拍，大概在一两天，在一个礼拜以内哈，它应该会孵化。那我们如果把它带回家，可不可以？不行，你养不活，你养不活，养不活的。哦，这里面都会有。那因为在里面哈，当它孵化的时候，它还可以在里面存活。它的小蝌蚪还可以在里面存活一段时间，还有养分在里头，哦，然后再利用，因为我们这样摆着。